李多惠一日下午再度来到台湾啦，当天许多粉丝纷纷到机场接机，相当亲民的他不但替粉丝们签名，也大方合照。事后他更转发大约30篇的限动到自己的动态上，让许多网友直呼真的太亲民了啦。除此之外，从李多惠的动态中可以发现，许多乐天女孩的成员们也都送上见面礼，李多惠看起来相当开心呢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在限动里他去到娱乐百分百的摄影棚，疑似是开始录制节目啦，让不少粉丝兴奋表示希望多惠可以上多一点节目啦。此外，他3日开始共有4天会上场应援，其中6、7日将与林湘同台，许多球迷都纷纷直呼两位高人气女神终于要同框啦。